为支持利是封回收，朱咪咪拆利是拆天光。朱咪咪日前就出席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动活动，佢透露当日演唱会庆功之后，翻到屋企已经凌晨三点，虽然好攰，但都仍然坚持要将歌唱上面豆都嘅利是逐一拆开，拆到早上六点啊！睇到个利嗰一堆演唱会嘅利是，我觉得我真系要拆咗佢，今日攞埋嚟回收。结果拆到天光六点松啲啦，我开始顶唔顺啦，我话。哎，擺埋喺邊先，等我瞓瞓先，因為呢幾日都冇乜瞓覺，演唱會嘅壓力好大嘅。咁 Mimi 姐你完成咗演唱會之後，係咪都會休息一下咁咧？咁我咧有兩日咁多嘅休息，跟住就飛台灣，去台灣拍一個電影，跟住三月幾咧就翻返嚟香港，將個人交翻俾 TVB 啦，因為開 TVB 工藝要。恭喜发财，鸡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仍坚持每天开心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我是张美妮，祝大家鸡年咧事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年年有鸡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石贤，我喺度咧恭祝我哋所有东洲嘅朋友喺度咧就是五福临门，各位身体健康，新年进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